大家好，我是阿天，然后今天是这个2022年2月28号早上8点钟了。那先锋服的这一个团队远征终于开始了，然后本来现在应该是睡觉时间，因为放假才早上8点嘛，所以呢还是赶快起来哦。然后我们先登录吧。其实现在的话，连乱石之境都开了哈。其实的话，这个是可以不用急着登录哈。那但是呢？我记得说还是先登录，然后先把这个地给占一占比较好。好，那上左右哦，这个跟上次一样哈，这个要找一下上一次的这个记录哈，因为上一次是那个测试的，然后这一次是正式的，有那个奖杯之类的。好了，那我先选左边好了。好了，选好了哈，然后现在是属于沉寂时间，就是代表说这个体力不会恢复。还有那个你的那个什么，就是城镇也不会产生资源哦。那但是没关系哈，我们还是先把这个角色放上去。然后目前呢，这个角色也有80点体力哦。如果说你12点才上去的话呢，其实我觉得就是会比较赶一点啦。虽然说它是12点钟体力才会恢复，然后这个什么城才会开始产生资源，但是再怎么样你也要个10点11点。登录，这样才会有这个比较多一点的这个时间哦。好，那我们先上这个安之三人组，然后来看看说这个三级城，那敌人有没有变哦？应该是没有变的，因为这一次是这个正式版嘛。那上一次测试版的话，怎么讲呢？就是一定是版本一样，这样才比较可以测嘛。好，然后我们先随便摆哦。这个先发展吧，吼，先发展，先不用汇合、哦。好，然后我们先多占一些这个三级城，以我小号的实力有办法。哎，等一下，军团犒赏。好，这是氪金的东西哦。那以我小号的能力的话，有办法开场吃这个吃那个四级城吗？再测试一下啊。好，我们先确认一下哈、哦，三级城的话有没有办法用安之队吃，还是我要再上一个罗万呢 ？OK， 我们先试试看哈、哦。哎，糟糕，哇，死去了。糟糕，求了。是不是要再上一个，等，啊那没事。再上一个罗万试试看。哇，这个已经不能打了啊，求了。天啊，看来我是没有。完全没有能力打这个四级城哦，这个不能打了。好，那一级城的话呢？一级城的话，不对，这是二级城哦。我是不是要上二级城的话？来一个埃奇哦。跟一只凤凰好了。好，二级城埃奇欧跟凤凰行不行啊？啊，我现在是韩文哦。好像也没办法、哦，完了，我要怎么打呢？难道二级城也要用安之吗？糟糕，好了，算了，还是用安之好哈。到时候再把体力换一换，然后使用这个 ICO 跟这个凤凰赶路好了。好了，那先这个样子啊。四级城不用试了啦，快速修整。好，这个也是二级城。二级城应该可能雅尔贝德跟安之就行了。好，然后再来继续。
再来就是一级城，一级城的话，埃奇欧跟凤凰就可以了吧？一级城单上一个埃奇欧，其实还是有一点危险哦。好，再来，上一个罗万好了。不行的话，就再上一个埃奇欧。哦呦喂啊！死去了，死去了。等一下哦。啊，可恶！埃奇欧也上了，小号实力比较弱一点。好，五只都上了，五只都上了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罗万没有办法晕别人。至少开个大吧，大招开不出来了，哎，天哪，大招开不出来。好，再继续，这只是三级城哎，我不会连三级城都吃不了吧？啊，还是用卢克雷蒂啊，对啊，糟糕，糟糕，糟糕。用那个埃隆朗与卢克雷蒂啊，对，会不会更稳一些哦？哎呦哎呦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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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那这个样子的话就不用埃奇欧了。哦，终于终于终于，刚刚那个样子其实就不需要埃奇欧了。守军恢复时间，哎呦，要15分钟哦。好，然后呢？这个是，我这样是会不会站到别人的地啊？我先看一下我在什么地方、哦。对，我也是要往右下方走哈、哦。这个 boss 在那个地方，那哪边还有三级城呢？我先下去好了。空地的话，一个埃奇欧行不行？空地的话，应该是一个埃奇欧就行了吧？先不用放弃，村落二的话，埃奇欧加一只凤凰。啊，抱歉抱歉，村落二的话还是要上埃奇欧。村落二的话，安之啊，算了算了，三人组就三人组一起上了，体力一起光。是一级城才是埃奇欧加一只凤凰。我还有四个位置哦，我如果上埃隆老鹰加上卢克雷蒂啊，不知道这样子稳不稳？不然等一下来试试看好了。因为那个空位本来是要让那个什么，本来是要试就是再给安之他们上的。好，没有埃奇欧行不行呢？四只啊，等一下，行，哎呦，糟糕，我觉得，开个大招吧，完了，好像不大行哦，开大招了。
阿达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啊。喂，干涉，换位置。哇，补波了，开大招。还是不行，还是上一个 ICO 比较稳一点哦。好，这个样子。哎，那埃隆老鹰卢克雷电啊，对，行不行啊？还是东侯女士，东侯亡灵队会不会更稳一些啊？拜托拜托拜托，光法结束吧。好，超级勉强获胜哦。哇，这个要是东侯女士呢，还是要是这个卢克雷利亚嘞。好啦，我们先把那个安之队给用完哦。好，继续开打，继续开打。罗万，好了，随便随便随便。好，这一次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哎呀，没有问题了。还是要看一下队伍组成啊，有一些就比较好处理。好，然后哪边还有三级城呢？往右边走好了齁。这是村落一的齁，村落一的话我上两只就可以了。那这一次的话，我应该也是玩这个游侠坦克跟辅助哦。好，生物可以升级了齁。要升法师吗？也不用齁，就是点游侠就好了。好，无脑点游侠，爵位。三件普通圣物哦，还没办法。好，目标往右边走。一个埃奇哦。还没有埃奇的话，你上狼人应该也是 OK 的。啊，其他玩家正在参与战斗。啊，那呢？啊，威廉哦，威廉大哦，哦，他在这个地方哦，哦，好，那，那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我看一下哈，他也失败，好。这个也是属于早起的玩家哦。好，那就继续往右边吧齁，看一下哪边还有东西吃啊。不然就是要绕到下面去了，这边有三个层。好，我再继续打。好，继续。好，继续往前推进。推完之后再继续补眠哦。这边有两个城，等一下推完之后我们再继续往上走，再继续往上打。好，这个是古王齁。哇 ,24 点体力，真的是希望刚刚好这一场打完之后呢，只花12点体力喔，不过不可能啊，一定会有人死掉。好啦，那就直接上五只了啦。有没有机会12点体力？不要死！啊，不行，国王会复活，可能30秒内解决不了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
啊，我刚刚有死掉，不然这样的话就，这样就完美了。哎，继续往前推进，好，继续往前推进。哎，16点体力，17点，哎，够够够够够，还可以打一场，还可以打一场。哦，这个脑袋也不清楚哈，其实够的了。然后这个是二级村，没关系，二级的哇，埃奇又不够了，埃奇又不够了，哎，埃奇又不够了，可是我要上去，一只凤凰行不行啊？它是辅助的，单凤凰行不行？够不够？不行，好，不行。哎，或许我应该上一只狼人哈，因为我是看一个是这个很比较可能是几个月前的攻略哈，上一只凤凰应该上狼人才对哈。好了，没关系啊，那就这个 IQ 下去哈，好下去了，IQ 下去哦，再上 IQ 吗？好了，再上 IQ 了。好，上去！哇哇，超帅超帅超帅！哎呦天啊，二级也翻车啊？不对哦，二级本来就会翻车吼。哎呀，我在想什么？哇，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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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二级以我的实力，本来刚刚就是要上这个三人组的。哎呀，又浪费体力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好，三级村来了，好，这个就五只全上了。五只全上比较稳一点啦。呀，解决了。好，OK，稳了稳了，稳一个稳一个稳一个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，三宝下线了，三宝下线，你们再重新上线。三人组，这一个是亚贝德，然后安兹，我们在慢条斯理想一下哈。接下来我们第一组要上谁哦？左边上面跟右边的魔王都不一样，所以稍等一下哈，来看一下，左边的 BOSS 是谁嘞？这个上一次的攻略哈，可以翻出来看一下哈，这个不论是巴哈还是各个地方都会有。左边是雷神，然后哦不对哦都是雷神哦。好啦，那就稍等一下哈。这个打电话问功夫一下，电脑有点卡卡的。来，雷神的话呢，我们来上，攻略上面写的是，就是巴哈的攻略哈。来一个，先上只埃隆摆着，然后莱卡，再来，罗万是要的，双子哈，然后还有塞西利亚，因为我是游侠队嘛，双子哈，双子也摆着，辅助的，双子，好了，摆着了，OK，好，然后这边威廉已经吃掉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再继续往右边走好了哈，他已经往下打了是不是？好，那他这个打不赢的，我来试试看好了。这一个，好，我来夹跨买哦，因为你要等15分钟嘛。好，我来试试看哦。哎呦，别人已经打了是不是？那我就继续往右边走好了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我 IQ 一个人就可以处理了。
好，我可以再收集一个生物了吗？还不够，还不够啊！470哦，还早，还早，还早。好，继续继续。目标三级城。哎呀，这个空地还打到只剩两颗星而已。好，再继续往前走。哎呦，如果不是埃奇欧的话，这一场又要打两颗星了。脱台前，好了，我们直接放弃。哎，立即放弃有没有？哈，是红色的这个。这个立即放弃怎么需要这么久？不是说现在是马上就可以放弃了吗？有啊有啊有啊，现在是19格，我已经可以打了。好，上去了。体力用的不是很刚好。阿达，解决！哎，太好了，完美，三颗星。哦，有一些比较好打，有一些就不好打，运气哦。哎，已经到最大格子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放弃哦。再打。这个的话，哎呦，这个可能比较难呢。这是 Iro， 果然福克斯比较好打哦。哦，这是韩文的。埃奇欧这个比较危险一点。亚瑟，这个比较痛一点哦。撑得住吗？撑得住吗？撑得住吗？可以的，可以呀、啊！哎呦喂啊，哈，这个速攻队哈，血比较少。哎呦喂啊，危险危险危险！好，然后我们往上面走吗？可是我的埃奇欧体力够不够啊？看一下哦，埃奇欧再往上打，体力可能不够了哈，可能不够了。不然就是。有人在打吗？有的哦，有别人在打。有人在打吗？看来这一队比较难哦。这一队的话，可能是扭牛开场有护盾吧，哦，是不是？然后萨菲亚的结界又很痛。来看一下这一关哦。那这一个呢？这是我刚打失败的。这边我可以打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个有恶魔呢。哦 ，walking 哈，气化麦。来，我们直接放弃了。来，再试试看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哦，试试看行不行？有辅攻也是蛮危险的啦。哎呦喂呀、啊！好，结束吧。哎，睡，30秒内结束。好加，好，这边这个可以吗？这一个是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吧？哦，莫塔斯哦，我看我的这个，可以哈、哦，安之三人组的体力还够，然后我们放弃，继续吃，可是罗万体力不够了。哎呦！危险！要稍微注意一下，不要突然之间瞬间被秒掉。女王的痛啊痛啊！开大，快开大！
快开大门，快开哦，恐怖哦！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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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赢得不漂亮，一颗星而已。好 ，OK， 吃下去了。再来的话呢，只剩下埃奇欧跟凤凰了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凑合着用。再来，放弃，立即放弃。哎呀，四级城推不赢了，我已经完全放弃四级城了哈，可能主号比较有机会一点。好，好，全上了，全上了，全上了哈，全部都上去，来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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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个阵营的光环都来了，25%攻击力，25%生命，两倍数应该可以吧。啊！开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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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大！哎、欸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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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什么状况？哎、欸，安之死掉就不行了啦。安之是主力耶！天哪、啊，怎么被秒掉了？换个位置，换个位置。哎、欸，亚尔贝德挂掉是不是？保护一下安之啊！天哪、啊，怎么安之被秒掉了？我一个哀求无力回天啊。啊，补个血，补个血，补个血！哦啊，凤凰补个血，又被秒掉了！天哪、啊，那个是瑞斯培的风链是不是？风焰啊！哦，天哪、啊！不要秒我好不好？差一点点，那个我的安置的大招就出来了。我一定要过这一关！哎，开大，开大，开大，陈老开大！好，埃奇欧收狮子，收狮子，收狮子，收掉那只无敌的狮子！哎呦喂，好，可以的，好，凤凰死不算，好，这样还是三颗星。我记得埃奇欧刚刚好体力是12点了，看一下哦。对 ,12 点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齁，因为现在是不会恢复体力哦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齁。埃奇欧是没有办法推图了，但是呢我还有安之三人组，所以说我吃个什么二级的齁，这个还可以齁，所以我可以边吃二级然后边往三级前进的。没关系齁，身上有一点二级层还没关系啊，人家推到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抢了。我们推上面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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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推空地的人，二级城就二级城吧，吃了吃了吃了，啊，没有关系哈，就直接把它用掉了。想要刚开始直接二十个领地全部都是三级的，可能有些困难哦。那有一些二级的没有关系啦。好了，继续哈，继续。就好，不管了，全上了，好，全上了，全上了。拜托不要重来哦，重来的话我的埃奇欧没有体力了。这一场就一次过吧，应该可以吧。哦，对面的话有小羊，攻击力应该是没有那么猛哦。完了完了，不要睡我，我的古王不怕睡，啊啊，可以的，刷，哎呦，睡哦睡哦睡哦，小羊是被那个埃奇欧斩掉的，所以他是属于停格状态。OK， 太好了，然后二级城我也要，好，二级城我也要。没关系，好，二级城也来，然后二级城也用安之开队，齁，没关系。哎呀，这个凤凰上错了，啪，这个输没有道理啊。好的，拉库上去，1234啊，只剩4只了，
等一下。好，可以。这一下秒掉吧。剩什么啊，哥？蝴蝶哦。掰了，衰啦。好的。OK， 那我的体力的话，哎呦，只够打一个层哦，所以我也不能打空地了。好、哦，要么是吃一个二级，然后就结束，或是再吃一个三级。那就要别人铺路了。再吃一个三级，哎，这边，哎，威廉在打，那这个呢？哎，也是别人在打了哈。好、哦，这个有人打失败了。好，我去试试看哈。哎呦，这是真的翻车了哈，因为那个什么，这个守军的血有少，所以也应该是来不及取消吧。我看一下我身上有没有空地啊。都没有空地了齁。好，那我们就放弃村落一吧。断掉了。我错了，呵呵，我完了。啊，我对不起大家啊、哦。这个断掉的话我们用空地连哦。哇，一只凤凰行不行啊？哎呀，一只凤凰铺路好像不行呢。完了，队友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把路断掉了，我错了，啊，我把路断掉了，怎么办？自己做的错误自己要负责哦。好啦，断掉的路我们就把它补起来吧。上，哇，不行啊，糟糕。所以我的最后一点体力是用在空地上面嘛，求了。好了，算了。好了，结束了。好，那就不放弃啦，因为我也已经没有体力了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下线了，下线了。好，那来看一下要摆哪些角色呢？这个你的目标有要打魔术师、打伪王、打卢克，卢克雷蒂亚放上去好了。好、哦，这个哀求要放上去吗？打 BOSS 用不到哀求。好啦，那就哀求下去。好、哦，这些都下去了。好了，结束了哈。好，那我们来上一些打 BOSS 的队伍。譬如说，德雷斯啊，我的德雷斯也已经红加了。然后呢，如果有开路的话，阿塔利亚应该会更好一点哦。好，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这个打王哈，打王啊，怎么样都好用的卢克雷蒂亚309的哦，这个练度是高的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末日禁卫，末日禁卫是不是现在就要开始存体力了？好啦，随便了，我们把末日禁卫放上来，慢慢存体力，存到最后再说。纯打王队，好啦，然后呢，最后打王队哦，雷恩跟这个莫塔斯哦，雷恩，雷恩在这个地方，203的雷恩，然后莫塔斯，没关系哈，莫塔斯哦，指甲就可以上场。好啦，这一队的话，打王队纯能量哦，就是这个什么，这个卢克雷蒂亚。然后这个末日禁卫双子雷恩跟这一个莫塔斯哦，存到最后面再打那个伪王哦。好啦，那影片就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观看。然后体力跟这个城的这个资源呢，要到12点钟哦，也就是过4个小时，8加4等于12才会开始慢慢的这个产生哦。好啦，那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观看。然后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